ever find yourself craving food from home while abroad? Do you ever miss a certain taste so bad that you grew up with? Well, that's what happened to my mom, who is very Chinese. In this video, we are going to learn Mandarin Chinese by listening and reading about how I got my mom's craving fixed during her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Now, let's start. 我的妈妈在美国。我的妈妈在美国，美国。我的妈妈在美国。我的妈妈在美国。她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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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在。我的妈妈在美国，她饿了。请问我的妈妈在动物园，对吗？不对。我的妈妈在美国，不是动物园，是美国。我的妈妈在美国。我们去吃。我们去吃什么？我们去吃披萨。我们去吃披萨。披萨。我们去吃披萨。我们去吃披萨。披萨。披萨有芝士。他不喜欢。披萨有芝士。披萨有芝士，他不喜欢。披萨有芝士，他不喜欢。披萨有芝士，他不喜欢。我们去吃汉堡包。我们去吃汉堡包。汉堡包。我们去吃汉堡包。汉堡包有芝士。汉堡包有芝士，他不喜欢。汉堡包有芝士，他不喜欢。汉堡包有芝士，他不喜欢。我们去吃中国菜。我们去吃中国菜。中国
菜 Chinese food. 我们去吃中国菜。中国菜。我们去吃中国菜。中国菜。不地道。中国菜不地道。他不喜欢。中国菜不地道。不地道。他不喜欢。不喜欢。中国菜不地道。不地道。他不喜欢。不喜欢。关键词去去吃吃有有喜欢喜欢我们去吃披萨披萨有芝士他不喜欢我们去吃汉堡包，汉堡包有芝士，他不喜欢。我们去吃中国菜，中国菜不地道，他不喜欢。请问，披萨有头发，他不喜欢，对吗？对还是不对？请问，披萨有头发，他不喜欢，对吗？对还是不对？不对，不是头发。披萨没有头发，披萨有芝士。披萨有芝士，他不喜欢。请问，披萨有眼睛？请问，披萨有眼睛？他不喜欢。对吗？对还是不对？不对，不是头发，不是眼睛。披萨有芝士，他不喜欢。披萨没有头发，披萨没有眼睛，披萨有芝士。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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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去买方便面。于是我去买。方便面，方便面，我去买方便面。于是，我去买方便面。我的妈妈吃了方便面。我的妈妈吃了方便面，非常喜欢。我的妈妈吃了方便面，非常非常喜欢。非常喜欢。
我的妈妈吃了方便面。吃了 means had or had eaten.我的妈妈吃了方便面，非常喜欢。关键词：去，去，买，买，吃，吃，喜欢，喜欢。怎么办？于是我去买方便面。我去买中国的方便面。我的妈妈吃了方便面，非常喜欢。我的妈妈吃了方便面，非常喜欢。请问，请问，于是我去吃方便面，对吗？请问我去吃方便面，对吗？对还是不对？不对，我去买方便面，不是吃，是买。我去买方便面。他说，这是中国的，中国的味道。才，这才是中国的味道。他说，他说，这才是中国的，这才是中国的味道。味道。才 means to emphasize。他说，他说，这才是中国的，中国的味道。他说，这才是中国的味道。他说，这才是中国的味道。他说，明天，明天，我还想要，想要吃方便面，方便面。他说，明天，明天，明天我还想要，想要吃方便面。他说，明天我还想要吃方便面。他说，明天，明天，我还想要吃方便面。他说，我明天还想要吃方便面。他说，明天我还想要吃方便面。关键词：说，说，是，是，想要，想要，吃，吃。他说，这才是中国的味道。他说，明天我还想要吃方便面。请问，他说，
明天我还想要打方便面，对吗？对还是不对？不对。请问，他说，明天我还想要踢方便面，对吗？也不对。他说，明天我还想要吃方便面，不是打，不是踢。他说，明天我还想要吃方便面。我的妈妈在美国，她饿了，我们去吃披萨。披萨有芝士，她不喜欢。我们去吃汉堡包，汉堡包有芝士，他不喜欢。我们去吃中国菜，中国菜不地道，他不喜欢。怎么办？于是我去买方便面，中国的方便面。我的妈妈吃了方便面，非常喜欢。她说，这才是中国的味道。她说，明天我还想要吃方便面。请问，我的妈妈在动物园，对吗？对还是不对？我的妈妈在动物园，对吗？不对，我的妈妈不在动物园，我的妈妈在美国，不是动物园。是美国，我的妈妈在美国。她不喜欢披萨。请问，她为什么不喜欢披萨？因为披萨有头发，所以她不喜欢披萨。对吗？对还是不对？不对，因为披萨有芝士，不是头发。披萨没有头发，披萨有芝士。请问，我的妈妈不喜欢披萨，因为披萨有眼睛，对吗？对还是不对？不对，不是眼睛，披萨没有眼睛，披萨有芝士，我的妈妈不喜欢芝士，所以我的妈妈不喜欢披萨。于是我去买方便面。请问，于是我去吃方便面，对吗？于是我去吃方便面，对吗？对还是不对？不对。于是我去买方便面，不是吃方便面，我去买方便面。
我的妈妈说，明天她还想要吃方便面。请问我的妈妈说，明天她还想要打方便面，对吗？我的妈妈说，明天她还想要打方便面，对还是不对？不对。请问我的妈妈说，明天她还想要踢方便面，对吗？我的妈妈说，明天她还想要踢方便面，对吗？对还是不对？不对，不是踢方便面，不是打方便面。我的妈妈说，明天她还想要吃方便面，不是打，不是踢，是吃方便面。请问你喜欢吃什么？你想要吃什么？ While abroad, please share. I would love to know. If you find my videos helpful in learning Mandarin Chinese, please give me a thumbs up and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Thank you so much.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再见.